艾米欧 Boyfriend， 大家好，我们是 Boyfriend。你现在收看的是《我爱偶像》。好久不见的 Boyfriend， 十二月来台湾参加 MTV 最强音最终战亚洲大师音乐演唱会。在演唱会前，小男友开始行程满档，不但出席了记者会，还接受了《我爱偶像》的专访。大家好，我是玄彬。大家好，我是明伟。大家好，我是钟明。大家好，我是钟玄。大家好，我是光明。大家好，我是龙明。아저희가더자주왔었어야되는데이렇게오랜만에오게돼서좀죄송하지만그만큼저희가이번에더좋은추억같이많이만들어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隔一年半才终于又到台湾来，不知道小男友们中文还记得多少呢？来到台湾。네뭐중국어네뭐중국어를계속열심히배우고있고저희가기회가된다면이제대만에서뭐이렇게활동을하면서중국어를한거를좀보여드리고그러고싶습니다我想你어很高兴来到台湾어听说多几招名字说什么名就接下来谢谢你也懂我的女人没关系4년전에3년전에공연와서스태프분에게들어줬어요다음곡소개하러아다음곡아유막내장다로바메의화기得这么清楚那我们就来教一下跟这句意思差不多的台语你喜欢的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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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明明应该很适合讲这一句你喜欢的狼你喜李希瓦耶李希瓦耶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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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超快的李希瓦耶郎李希瓦耶郎那第二句是这个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是你的男朋友对所以台湾那个台湾话是讲说哇西利耶哇西利耶男朋友男朋友我不用做那个男朋友，我是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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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念快就可以了吗？我是你的男朋友，哦，我是你的男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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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员台语都还算不错哎，尤其是郑明，虽然讲得很快，但发音也算标准，还有一点点台湾国语的 feel， 要不要考虑来台湾发展呢？因为现在台湾有句话叫做“蓝梭”，蓝梭香菇，香菇，对，就是难受想哭的意思，所以要用“蓝梭”，蓝梭香菇，香菇。兰州香菇，兰州香菇，因为想你们，所以兰州香菇。兰州想你们，所以兰州香菇。想你们，所以兰州香菇。想你们，所以兰州香菇。哦，好好适合哦。想你们，想你们，所以。想你们，所以难修香菇。好歌。孤单小男友一年多的台湾 best friend， 这段时间的心情真的是难受香菇。还好 boyfriend 在去年出道五周年时推出了纪念单曲 To My Best Friend， 跟大家一起庆祝出道五周年。在 MV 中大家一起去旅行，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最想去哪里玩呢？시간나면은전대만을보고싶습니다대만에서제가또그썸문레이크네꼭보고싶네요네썸문레이크네와이치샹치台湾现在成员都很想要来台湾旅行，那大家最想要跟谁一起出去玩呢？1 2 3 啊
아 좋아요. 와 인기 많아. 예를 들어서 한 장면을 보여주세요. 아 그러면은 명대사가 있어요. 줄리엣 씨 여긴 어떻게 왔어? 이렇게 저한테 물어보는 게 있습니다. 갈게요. 하나 둘 셋. 여긴 어떻게 왔어? 벽을 넘어서 어둠을 지나 빛을 따라서. 오 마이 갓. 귀가 이틀 된 的 boyfriend 学了台语和中文，在访问中也感觉得到哥哥赖和弟弟赖的感情很好，但是我们就是这么残忍，要让他们来 PK 对战厮杀。最近很夯的桌游双人奶油杂牌机，不过我们今天不杂奶油，两队各派一个要被手掌打的代表，再各派一个成员来按对战按钮，哪一队被弹起的手掌打就输喽。저희 정민이가 저희 정민이가 나올 겁니다. 알겠습니다. PK 싸우자. 아우자. 太可怕了！啊！一分钟时间画出团内最有特色的团员的画像。哎呦，证明算了啦，就算东玄是故意放水，让弟弟们赢一下 ，OK 的啦。只不过在一分钟之内要画出团员的画像，这么短的时间，证明会画出谁呢？四、三、二、一，噔噔！这是他证明画的。정민씨가그린건데요我们来让那个其他团员猜他画的是谁누구인지한번맞춰보세요우리알거같아광민이요광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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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어디가광민씨일단은이턱라인은광민이의샤프한라인을살렸고요그리고굉장히짙은눈쌍꺼풀이굉장히짙어요광민이가그리고이제짙은눈썹그리고比较浓的那个眉毛그리고두꺼운입술아찔하네얼굴이그리고슬림한몸 너무풍습입니다他们俩说话太像啊，怎么这样子画他？아니그런데쌍둥이잖아요근데어떻게쌍둥이인데그린거는광민씨를맞출수있는지그렇죠아근데좀달라요생긴게어지수작고있냐얘가좀더느끼하게생겼어요他长相更有感，长相有感一点，有想画得出来吗？그걸 느끼하게 그랬어요 哎呦喂啊，居然是在画光明，各位粉丝有猜出来吗？最后我们再请 boyfriend 跟台湾的粉丝们说几句话吧。저희가이렇게대만에와서또이렇게재밌게게임도하고오늘정말즐거운시간을보낸것같습니다그리고오랜만에저희가멋진무대보여드릴테니까기대많이해주시고그
크리스마스도 잘 보내고 연말도 잘 보내세요. 저희 보이프렌드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谢谢. 可爱的 boyfriend 可以在2016年末来台湾，跟大家提前过圣诞拜早年，在这出道5周年的日子，来 MTV 最强音来演出，台湾的 best friend 们真的很幸福呢。 모두가 네 등에 진다 해도 널 감사하나 좋게는 그래봤던 대로 너의 발 맞춰 나도 걸어갈게 내 숨이 굳어있는 하늘 너와 함께 할게 사랑했던 날 가끔 눈물 나던 날 나를 보던 눈빛을 난 잊을 수 없어 오랜 시간이 지나도 마주보면 웃을 수 있게 내 곁에 네가 있어야 만해 조금은 늦어도 Thank you.